收到了小可爱们的艾特，别人。好家伙，我又来交作业了，这次仿这张。我努力的赶作业，可是有些姐妹不在评论区里夸夸我就算了，全部在那抓鸭子，抓几只，开个玩笑，下才艺。我现在呢，每天起床起来看我的艾特都是仿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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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细数了一下，应该有四五个练习的，然后我选择一个最简单的，如果不像的话不准喷我。最近只要是看到我这个艾特爆了，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这个衣服我没有，就是想看我做衣服，但是下回能不能艾特我一个穿得多一点的。广州的冬天没有暖气。不搞人的那幅画道具还没有到，你们又开始疯狂的艾特我这个，看来你们真的把我当颜值博主了呀。我怕我现在每天都在带他去打针，然后现在精神状态也比之前好了很多。不是，大家最近都是拿这些视频里面的话叫我来拍，哎呀，能不能让我歇一下，我感觉那个我都看不过去了，太多了，那个作者能不能歇一下呀，啊，我跟不上你的更新速度了，我丢。最近呢挺流行仿画中人的，意思就是他想仿，然后呢主要是我也从来没有搞过仿妆，但是他还是要仿，道具都准备好了。我又来交作业了，今天画这个。昨天有粉丝说我是男扮女装，我今天来洗白了。我无名分，我不多真，我与你难。我刷到了一张好看的画，虽然没有人艾特我，可我还是没羞没臊的拍了。连着干了三场图的我，这个我们来仿一下吧。抖音。